哎呀妈，分头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白。昨天晚上连夜从汕头开到了汕尾，然后因为一个便宜的充电桩，就这个地方啊，晚上十二点钟以后3毛钱一度电，却让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小村庄。哇，真的太惬意了这个地方。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，每当自己感受到孤独或者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，我都非常想去看看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因为空旷的感觉可以给我带来无尽的想象，仿佛未来的人生就像是大海一样辽阔无边。漫步在海滩上，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，仿佛就像是在听自己心跳的声音一样。留下我的脚印，耸一耸。四十二码的大酒了。此时此刻，和海边的每一寸空气交融在一起，沐浴在海风中，感觉每一个毛孔都被悄悄地唤醒了，生命也得到了更新。静静地坐在海边，无需多言，只需沉浸在这份明媚的思绪里。这里就是汕尾市海丰县后门镇百安村。这个村子啊，三面环海，海景房，海景民宿。哦，才发现那个地方竟然有个天使。那个大哥刚刚下水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小帐篷啊，感觉好实用啊。这个也行，他们是懂生活的。这个海水下面有很多的小鱼。哎，帅哥，这个可以钓到什么？钓螃蟹啊。螃蟹。对。哇哦。这里整个螃蟹。你们刚才钓到了吗？有啊，在桶里啊。我看一下。好厉害啊！它这个小网子就是让抓螃蟹的。我刚才在想这个，哇。这个一提上来，网子就变成笼子了。这个是他们这的一个菜单，镇店之宝，竹筒茶。就这个大哥吃的那个，这是个冰淇淋吗？还是个茶？嗯，苏打柠檬茶里面啊。这个是他们这的鸡蛋汉堡，我口味比较重啊，让他们帮我加一点辣椒进去了，8块钱一个。这个还别说啊，这个料还挺足啊。这边有人在拍短视频，说这天到了都害羞，本来就害羞，感觉男的有点害羞啊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这个是番木瓜，是健脾消食的。干啥呢？哎妈，风头跑了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地方，旁边呢全是房车，还是一样的，黑吉辽里面最多。这个地方除了很多的房车啊，也有很多的床车，他们的装备比我们丰富特别多。这个大哥呢，他弄的是一个帐篷呀，我比较倾向于这种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们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帐篷是多少钱买的？100多。这有链接吗？能不能分享？行。哎，这个到那个西藏那边能扛风吗？这个？呀，这个
也不是我手机买，是我爱人手机买的。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露营吗？在这露营。好，我也在这露营，待会晚上过来找你。就那个电车停在那个，对，停那个地方在。啊，停那边啊。对对对。那个给你送过去。行，好，我待会过来找你们吧，好吧。他不到几点回来钓鱼去了。啊，钓鱼去了。好，那晚上见，好，谢谢。出来玩呢，总能遇到一些意外的小惊喜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，只知道我可能需要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的款式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在路上呢，你看到别人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然后跟你讲解的时候，哇，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心动啊！你们觉得我需要买一个这样的东西吗？那个地方是窗户吗？窗是这全是窗，我后面那也是窗。然后你把这个地方一撕就可以了。一卷上，它那有扣，你扣上，那后面是窗户，两个，后面，那边是一个，这边一个。像如果说夏天的话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把那个窗户打开，哎，然后把纱窗这个拉上，一个蚊子都进不去，也可好。那如果没有风的话，会不会热呢？我觉得不能热，因为它的全通底下，你看看，全是通风的呀，这都通风，扣都能打开，四圈全都打开。哦，这个已经扎进去了哈，对，黑色的。嗯，那你倒是拔好拔吗？好拔呀。用这个锤子，啊，这锤子用这个给它撬起来的。撬进去，啊，撬进去。我这个帐篷是带的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是拧的。这是用哪个地方的？就这四个角，这么。四个角不有这玩意儿？啊，就这个吗？就跟这一插，往这一整，这个地不行，有的人地这一拧就进去了，也挺结实。嗯。哦。啊，一拧就拧的可结实了，完这就是往这一定，看着没？就往这一定。哦，然后就这个穿进去。穿进去，完这一拧。一拧。哎，四个角一拧就很结实。完，你要怕不结实，你就在地上扯点绳，看。这个地这个地钉是送的。一定买的。一起买的。这个送的。啊。这个挣的，我怕这个质量。我感觉这个好像不太结实的感觉。对，买的这个，这也不贵，也不贵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都可便宜了，这小锤子，这有卖的。天庄有个移动电源，就是咱家的。这个是一个便携的冰箱。这是四十，你们要是少人少，就不用买那么大。这多少升？这40升。40升的。嗯。那充电怎么充呢？充电那不外头有个移动电源吗？这个电源是多少度电来着？这是充5度电。你别买我这个啊！你买别买我这个就是不好。啊。哎，对，你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这个充电桩不是给车充的，它怎么？给车给它也能充。这个是上面的是吧？这是我买的。啊，这个是你买的。这是一个母头，哎，母头完了就是给它接上，连接上。哦。转接的。整个手机怎么一整就完事了，完就充了。然后你们就平时就是把那个。你要是用电的，你要是想煮螃蟹，你插那个电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打开以后，现在打开以后不是，这是24，现在不到5度电，你用这个220电，这不220的吗？这个。完，你就可以搁这做饭做啥都行了，用电的。我在想这玩意儿能不能给我的车充电？也能充。你充要是没有电了吧，他们搁正家能给车补电，但是你要车给车补电的时候不能打火，这个就不行。哦、哎，这是给手机充电的，这个打开就这几个都给手机充电的，完这个就不用了。你要做饭用这个。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充满之后，嗯、然后充你们那个移动的那个冰箱，嗯，它是能充多长时间呢？冰箱啊，这一个充满以后就是，你看我有太阳能，我没跟你讲呢。啊，这还有太阳能？哎，这我几乎是用太阳能充电，不用这个，就这样太阳，我一天就能充满，用太阳能。哦，就是你有太阳能板。然后你太阳板给它充电。哎，对，太阳能板插就给它，它就不用这个电。这个是大哥抓了螃蟹啊，有点意思。听你说新疆边境那个地方，多少公里都没有？对，它都有一定都无人烟的，它哪有充电的呀？你这个电车可能跑不了吧？完，你去前你得咨询好，就告诉你这个事儿。你们刚才听到了吗？那个大姐，她老公说新疆那边800公里没有充电的地方。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我应该怎么解决啊？而且我那天去问这个奥迪的那个，应该是他们的工程师吧，当时跟我检查维修的，他说给这个车充电的需要接地线，如果没有接地线的那个插头你是充不了的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你们这个睡觉的时候需要把那个后排放倒吗？对，放倒，放倒是大床。哦，它原车后面有座椅吗？没有，它就是5座。像改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具啊，得花多少钱？
要不算电的话应该是6000-7000块钱，要算电的话得30000多。哇哦，这是他们这的电动公交车，好精致的样子。这个是他们当地人，他们在盖房子。往这个方向呢，就是去海边了。我们这会儿去海边看一下能不能拍到日落。我也挺喜欢这样玩的。哇，你们这个坑挖的深。那个地方是云吗？是不是天气不太好啊？跟我想象中的落日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地方的村民特别的热情，但是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小城市的生活节奏特别的慢，我特别的向往，而且每次在这个海边的时候都想在这个海边坐着发呆，吹一吹海风，看一看日落，看一看在海边玩耍的这些人，特别的舒服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往深圳那个方向走了。我的那个港澳通行证就是寄来深圳，到时候看看，有可能会去一趟香港。他们都在做饭呀，这个味道太香了。这一块呢，只有海鲜大排档，价格有点贵啊。我还是吃一下我买的自热米饭吧。这次我换了一个口味啊，海底捞的黄焖鸡饭，看看这个好不好吃。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米饭包，说的是加水拌一拌，还有一个菜肴，这个是调味汁，这个是加热的。我把这个东西全给它倒进去先。先按照他的要求来，加水，再把这个倒进去，我看到肉了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比那个莫小仙的好吃啊，好香啊。这个把它搅拌均匀一点，把矿泉水加进去，盖上盖子，看看时间，等个15分钟。旁边就有垃圾桶啊，把这个垃圾扔掉。我都已经闻到味道了，看着这个热气，满满的安全感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啊，这里的小虫子特别多，我特别怕飞到我的鼻孔里去了。没事，我帮你吸出来。你好骚啊！他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拍吗？大姐，我把我光打开吧，你的好切一点。需要光吗？我有光，我没钱。这个，我正对着你们，我可以直接把光打开。对。我们有那个太阳能的。我要是太黑了，我能看见没事。我给你开着，反正我电车。不，别，我们有延时，有那个好的那个。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时间了，看看熟了没有啊？哇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米比那个米好一点，它饱满一些啊。对，那因为它熟了，所以它饱满了。不熟它，确实。哎，别拿，别拿，烫，吓我一跳，真烫，你别拿着，吓我一跳，哥，很烫。错，应该这样。对，这样拿对的。嗯，熟了。是比那个好吃一点。好吃啊！你尝那个肉，这个肉。嗯，肉也熟了。肉也熟了。好吃。
哇，这个我们是在好特卖买的，对，而且还便宜，这一个才8块钱，8块钱一碗。